掌声送上好。非常之咁開心啊！俾大家一個開心同埋快樂嘅下晝嘅，有我五位樂樂哥哥，你哋好嘛？有我嘉欣姐姐，你哋好。咁啊，陪住大家嘅除咗有樂樂哥同埋嘉欣姐姐之外咧，仲有四位英雄人物咧同大家見面嘅噃。不如咁樣啦，我哋俾啲掌聲同埋歡呼聲請佢出嚟好嘛？好，歡迎曬佢，姐姐同埋姐姐同大家見面啦。不如咁樣啦，嘉欣姐姐同大家介紹下佢哋自己先好嘛？好。首先同大家見面嘅有美國隊長嘅佢。Hello， 大家好，我係美國隊長 Ken。哇！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 扮演嘅系 Super Girl。有呢一位咧就系罗宾汉嘅好朋友，佢就系我系罗宾女 Jennifer。欢迎你好，罗宾女同埋超女啦。跟住落嚟咧就呢一位英雄人物啦。喺呢位英雄人物咧过往嘅一年啦，同埋过往几个月里边咧就不断咧喺 figure 啦，同埋电影里边咧就封魔住各位小朋友咧都好多嘅月头同埋好多嘅年头啦。不如咁样啦，介绍佢出嚟先。嗱喺美国电影版咧上映咧，大家知啦，真人咧就系唐尼做嘅。但系今日上嚟嘅唔知系咪唐尼咧，不如咁样啦，乘机今日咧揭开佢真面目啦，好嘛？好。大家用熱烈嘅掌聲歡迎 Iron Man！ 嘟嘟嘟嘟，好，我係阿 Paul， 係 Iron Man， 多謝咁多位。好嘢，歡迎曬 Iron Man， 阿 Paul 哥。好，咁啊再一次咧歡迎曬咁多位嘅美國英雄人物角色先啦，歡迎曬。嗱，各位師傅，今日真係非常之開心同埋大班眼福啦！除咗見到我哋兩個之外啦，仲見到咧四位英雄人物嘅。其實咧，各位小朋友咧，由細細個開始啦，就睇好多唔同嘅漫畫啦，同埋好多電影咧，都會見到佢哋嘅。咁啊，不如咁樣啦，今日同大家了解佢哋先啦。好，波哥你好。首先我想問下你，你啲汗係咪好熱啊？真係。辛苦嘅，值得嘅。咁呢套衫咧，其實我想問下你啦，真真正正咧要整幾多日咧？其實呢套衫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係我自己諗 idea， 將啲美國軍服同埋好多套唔同嘅 costume 咧，自己改裝嘅。咁包括而家上面噴嘅油同埋個焗漆啦，其實我自己喺停車場同天台前後做咗半年咁多，仲要俾看更趕添，真係辛苦。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呢套衫嗰啲材料會唔會好難揾？講真的係難，因為成套衫你發覺唔會係一次過喺街上面或者任何地方買到。咁講個真相俾你聽啦，其實有啲係鴨寮街改裝嘛，有啲係杯碟改翻嚟嘅，唔好出聲。我想問，請問邊一個部位係用杯碟改裝而成嘅呢？今日個杯碟嘅套件咧就冇攞到嚟，但係有冇留意我手上嘅乒乓槍？其實係電池嗰啲配件嚟噶。今日上嚟做節目啦，當然著得比較震撼啲啦，嗰啲衫褲。我想問同出街咧，即係譬如盂蘭節啊，即係清明啊，或者係中秋節啊，你會唔會就咁著呢啲衫行出街嘅咧？咁就唔會。不過咧，如果係去到萬聖節咧，你放心啦，一定會請埋你哋一齊玩嘅，好唔好啊？好。係會借衫俾我哋著先。咁你覺得我哋兩個喺你嘅印象之中最適合係扮咩？角色咧，嗱我先，我覺得阿樂哥咁高大威猛啦，走唔甩噶啦，一定係美國英雄嘅超人啦！哇，多謝你，我幾驚買《哈利波特》嗰個花俾人啊！其實佢都唔幾開心，成日喺度望住個 Super Girl。我幾時有啊？真係，特登就住你好唔好啊 ？OK， 咁我想問下咧，就係羅賓米嘅 Jennifer 先啦。咁呢套衫咧，其實咧係你自己整啊，定係即係本身已經買嘅呢套衫？本身呢件衫咧，其實都係阿 Paul 俾我嘅。OK， 係啊。我揾我 Auntie 咧，根據電影嘅戲服自己諗到啲 idea， 再改裝車翻。係啊，好貼心啊，其實都。係嘛？你覺得著呢套衫咧，自己嗰個信心啊，同埋咧，其實自己會唔會真係當咗自己係羅賓女咁樣咧？其實都會㗎，即係會有翻嗰種感覺喺度咯。OK， 跟住咧就係超女啦。其實咧呢啲衫咧有冇講話，即係你平時嘅收藏咧會唔會有少難度咧？因為材料都係比較。即係又唔與眾不同啲啊！一個有阿 Po 哥幫我收藏嘅喎，多謝啲姊妹，大部分啲戲服咧都係我負責收藏曬。咁啲姊妹如果聽我電話到啦，佢哋就到就得㗎啦。我係佢哋嘅保姆。咁我想問邊個？其實咧，嗱，今日咧除咗隻超女啦，其實你自己咧最中意嘅係邊一位嘅美國英雄人物角色先？拜託哥，科學哥啊，其實咧，我想問阿 Ken 哥呢個美國隊長呢套超人服，如果整嘅話要整幾耐咧？原本呢套美國隊長咧，大家知道其實美國仲拍緊嘅。咁我就當時我好中意漫畫小説，咁我就參考漫畫版嗰個形象咧，就揾佢工匠師傅再車，尤其是再加咗啲假肌肉啦。你有冇發覺好朋友全部56寸胸肌啊？可以摸，可以摸，可以摸。原本 King 哥都係仲瘦過細龜噶嘛？係冇錯。但係突然間今日加咗啲肌肉之後，好似咧大隻。全部變曬8嚿腹肌，56寸。胸肌好嗎？我而家變咗成人。但係你有冇
考慮到，因為即係有唔同材料啦，咁跟住可能有一層一層咁加上去啦。喺製作過程中係咪其實有啲困難？真嘅，因為香港好少呢一類咁樣，我哋叫 cosplay 次元化啦。咁好多時我自己好中意電影，咁以前嘅話構思就話啊，點樣可以將電影嘅人物淨係睇 DVD 或者睇藍光都未有 3D 唔過癮噶嘛？如果能夠將佢帶到一比一出嚟熒光幕咧，我相信我自己開心，觀眾開心，大家都睇得開心。嗱，但係美國隊長咧最標誌自己嘅當然就係呢個盾牌啦。其實我想問盾牌呢個材料咧，係咪就係大家喺廁所用嗰個廁所板，跟住改真唔食嘅呢個？你一狂講聲，我仲係知唔知呢個係咩材料整㗎？你放心，絕對健康。咁如果我話俾你聽係屋企啲煎 pan 再噴油改出嚟，嚇你話煎 pan 嚟㗎？係真係用煎 pan， 係用煎 pan 拆咗個病，跟住我自己再噴油。所以我話俾你聽，呢個煎 pan 我都噴咗成差唔多三個禮拜。哇！靚唔靚啊？噴得真係靚。我都想擁有一個咁啊做收藏啦。其實咧，各位小朋友都對 cosplay 咧非常之有興趣，同埋咧好多小朋友都試過咧喺各大嘅動漫節裏邊咧都試過扮演嘅。咁所以今日咧，位小朋友都有啲問題咧，想請教一下咧就咁多位嘅。咁大家不如解答下呢位小朋友嘅問題啦，好嘛？好，小朋友，你叫咩名啊？卓林。卓林你好 ，long time 老師，大個咗喎又把聲，成熟咗。好啦，今日咧你知道啦，今日咧除咗六哥哥啦，同埋嘉誠即係陪住你之外啦，仲有四位嘅英雄人物啦，包括美國隊長啦、鐵甲奇俠啦、超女啦，同埋羅賓女嘅。咁啊，講開今日 cosplay 咧，有啲咩問題咧，想請教一下佢哋咧嚇。其實咧，你哋著住嗰啲衫咧，會唔會好辛苦噶？阿婆哥，今日最辛苦嗰個莫過於你啦，你解答下啦。卓林妹妹你好，其實小朋友嚟嘅，小朋友嚟嘅，但係無論點都好咧，著得辛苦，但係帶俾觀眾開心，值得噶，你話係咪咧？係。係咩？你有機會你想唔想親身咧，想著一套咧就鐵甲奇俠嘅衣服㗎嘛？想。如果話俾你聽，個成身汗，跟住生熱肺，你著唔著啊？都著，因為會帶俾人哋歡樂啊嘛。係咪㗎？真係快喎！嗱，今日其實咧，今日咧就感覺上咧，波哥係好辛苦，但係咧，其實咧，阿 Ken 哥哥咧都好辛苦，因為咧笠住面罩咧睇唔到嘢，睇佢個視線咧有少少瘦咗，但係佢咧都依然咧堅持上呢個節目咧，證明咧著住 cosplay 嘅戲服咧係真係令人大家開心㗎。好啦，今日超女同埋羅賓女著呢套衫褲，其實辛唔辛苦咧？唔辛苦㗎。哇 ！Enjoy 㗎嘛 ！Enjoy。今日卓林仲有啲咩問題咧？繼續想請教一下佢哋嘅。你哋咧喺街嗰度著住啲咁嘅衫，啲人望住你哋有心情會點啊？我覺得即係如果能夠將一啲英雄人物帶俾我哋自己中國嘅朋友同埋香港嘅觀眾啦，個心情其實裏邊會好興奮。雖然流緊汗或者焗辛苦，但係個感覺真係好 sweet 嘅。但係會唔會有啲人會用啲異樣嘅眼光？即係有啲可能年紀比較大啲嗰啲咧，佢話唔知道我哋呢啲係呢啲 cast。佢以為真㗎。係咯，咁佢你哋會唔會覺得即係遇到啲咁嘅人會有啲覺得唔知點咁㗎？會唔會㗎？呢個感覺總會有嘅，因為朋友都會有正視嘅眼光。或者有啲比較奇怪眼光，但係以我經驗嚟講咧，大部分都會講一句：哇，帥唔帥哦？咁型嘅，係咯，通常都聽呢句。OK， 今日咧就多謝曬卓林咧，就問咗呢啲嘅問題嘅，希望下次咧能夠到萬次裏邊咧 ，Paul 哥咧就幫你整套 Mario 好唔好啊？好，好啦，多謝你。卓林咧解出一啲好有建設性嘅問題啦，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喺街上面咧，即係見到大家咧都係即係知道係扮演緊，不過都有驚奇眼光，好似上年動漫節咁樣啦。最經典嘅一張相咧，我唔知道大家咧喺呢個面書啦，同埋 Facebook 有冇見到咧，就有三四個咧就係叫咩名字呢？跳戰士係啦，跳戰士啊，跟住咧就搭火車唔出聲咁樣。啊，係啊，係啊，四個人坐同一個車卡，跟住咧我睇翻張相咧，即係個 Y 座咧，隔離啲車嗰啲凳咧係冇人減坐嘅，全部咧去到老與第四卡咧就望住第五卡。哇！嗰四個咁有型嘅，當時真係好震撼啊！呢個畫面，我記得好似萬聖節嗰時候都係有啲人著咗啲唔知好異樣嘅衫，跟住坐地鐵，跟住又係咧隔離冇人嘅喎，跟住嗰人就咁坐喺度，隔離都唔敢行埋。你諗住，咦？係咪凌晨三點鐘就坐地鐵冇人嘅？唔知以為整古節目啫。嗱，其實咧今日咧我都希望咧即係令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咧就係 cosplay 嗰個裏邊嘅資料。我想問一下，因為今次咧大家知道啦，其實 figure 咧。即係鐵甲奇俠大家有玩過玩具嘅話都知道是很貴很貴的咁但係呢個一比一的衣服咧，我想問阿 Paul 哥哥，可唔可以透露呢個 confidential 究竟呢一套衫你 total 整咗幾多次？真係尷尬呢個。要講真話，其實咁樣嘅，真嘅。我諗做一套戲服係背後個心機同埋個誠意，同埋嘥咗好多自己嘅私人時間去做咧。反而嗰個係無價寶。你話如果純粹係玻璃纖維物料，可能講緊都係有限一千幾百。咁但係抌好多心機落風筒自己吹啲膠啊，或者要 fit 到我身形再改裝咧，呢個就無價寶啦。咁其實我話俾你聽，真相咧個物料唔貴啊。譬如我嘅底衫嗰套針恤啦，其實我係我 auntie 同埋喺廣州揾朋友車嘅。
咁就 fit 翻自己身形再度衫，即係好似做西裝或者做到校服，或者小朋友翻學有男校服、女校服啊，冬天校服、夏天校服咁。咁反而你喺身上面見到手臂同埋胸前嗰啲夾位啦，就貴啲。咁呢個就貴啲。咁但係我覺得值嘅。同埋再講多少秘密就話，冇可能會買得到咁樣開到蓋嘅頭盔嘅。咁、okay. 其實個窿啊，所有位係我自己去鴨寮街度，自己去啲文件鋪度做啊，轉窿。咁如果成件事加埋。好難衡量價值咯。不過我話俾你聽，真係前後製作咗九個月。的而且確做出嚟嘅物料係有限錢嘅，但係嗰份嘅心機同埋嗰份嘅耐性真係咧係冇價寶。你話整呢套衫起碼要半年至九個月，各位師傅，你有冇心機喺屋企慢慢轉窿啊？就削下面具啊，跟住咧就批下啲衫咧？呢個咧就考嗰個耐性。唔係，我想講其實咧，即係因為佢做得咁多細節都做得咁好咧，其實就好需要好多嘅觀察力啦。冇錯冇錯。即係你不斷去研究啊，呢一個 part 係邊個顏色啊？點樣構造？blah blah blah 咁樣，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好，我覺得係我好讚佢，同埋我好 appreciate 啲咁樣。同埋咧，即係重申多次啊，就係咧呢一套咧美鐵甲奇俠咧係獨一無二，全球獨一無二。你美國見到嗰套咧係人哋嗰套，係荷里活嗰套，呢套就係我哋香港 Make in Hong Kong 嘅，俾啲掌聲。同意，香港嘅製作。啊，咁啊，各位小朋友，不如咁樣啦，其實呢段時間咧，都大家休息一陣先，因為大家咧都要消化究竟咧，美國奇俠咧，美國隊長係點樣啦，鐵甲奇俠係點樣做嘅咧？嗱，陣間翻嚟之後咧，就會有一套咧，就係美國英雄新人 show 咧，會上俾大家睇嘅，同埋咧，同大家再了解一下咧，其實咧，四位嘅哥哥姐姐啦，究竟咧做呢個 cosplay 嗰陣時有啲咩心態嘅，好唔好啊？轉頭見啦。啲掌聲就咁多位嘅演員。係咪好好睇咧？各位小朋友，下次咧不妨咧一齊參與玩埋一份啦嚇！我有玩啊！你有玩？對唔住啊，頭先我扮嘅啫，我唔係真嘅。雖然我平時都想咁對付你啊！好，繼續同咧四位傾下偈先。咁啊，上一 part 咧講咗咧，其實衣服啦同埋製服上面咧嘅製作過程啦，同埋佢哋嘅支出究竟係點樣啦？我想問下其實收藏方面先，因為咧頭先我今日咧就問過咁多位啦。原來大部分咧都係咧就出自阿 po 嘅手上嘅，即係換言之咧就係阿 po sponsor 咁就係啦。我想問下你自己擁有咁多套戲服 ，total 加埋有幾多套？其實中意咗 cosplay 真係呢個咩知名化成十年啦，十年咁正式先可以儲電影戲服咧，大概係五六年前開始啦。OK， 嚟家男裝嘅，即係我認為經典嘅戲服，我唔捨得放啦。百零套啦，淨係男裝百零套，咁加埋女裝又肯放，有啲唔肯放嘅咧？女裝三四百咯。咁我想問你屋企係咪有四萬幾尺咧？你住喺元朗嗰啲？千祈唔好，千祈。其實唔係嘅，咁平時啲戲服咧，如果譬如我自己著啲個 Iron Man 咧，當佢 undress 變身之後咧，可能係兩個膠箱嚟嘅，不過就真係擺唔到屋企啦，所以好多時而家擺咗喺啲。平少少嘅迷你倉咯，分開幾個地方擺咯，分開幾多地方擺。哇！證明咧真係幾醉心啊，真係特登租一個貨倉啊，淨係收我啲戲服。其實咧，我哋講咗咁耐 cosplay， 到底乜嘢先至係 cosplay？ 我到而家我自己都唔知，所以我真係想。阿 po 哥可唔可以仔細解釋下？嗱，唔敢講得話唔啱，希望求教我啦。其實 cosplay 全名咧應該叫 costume player， 咁佢個歷史咧，其實如果簡單啲講咧，你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歌舞劇、舞台劇嗰陣時嗰啲宮廷服。咁但係緊近代啲咧，你可以講戰後二次世界大戰咧，你發覺普遍人都想歌舞升平和平。咁如果當你見到嗰個老鼠仔啊，或者嗰啲英雄人物啊，或者公主啊，其實嗰類就係 cosplay。近代去到我哋近呢十幾二十年，因為經濟比較好啲啦。咁喺日本同埋美國，佢經濟發達咗之後咧，會有啲電影商或者有啲遊戲嘅供應商咧，佢好多時想推銷嘅商品可以做到天馬行空。咁佢畫完個平面公仔，都係正如我興趣一樣。如果能夠將佢做一套服，能夠帶出嚟好似電視台咁樣咧，肯定係吸引好多嘅。咁有商業元素，但係再近呢十年到發覺就唔係商業元素掛帥啦。開始我自己同啲朋友發覺就係好多中年嘅朋友啦，我哋叫 adult 大細路喎。咁當佢日頭正職，我都係有份正職，唔係做呢行嘅。可以話係。你可以話放工某程度上中意一啲玩意，就將個興趣投入咗，咁就變成咗一個我哋稱之為而家比較成年人啲嘅簽名化。咁同細路仔玩都冇乜所謂，我覺得開心啊！係，同埋各位小朋友其實咧，我都開始咧知道咧，好多小朋友咧都開始玩呢個 cosplay。咁玩其實冇問題，其實都好開心啊。不過千祈咧就唔好換物喪志啊，記住咧學業啦，同埋就係屋企嘅生活咧最緊要啊。咁我想其實咧問下兩位嘅女將先啊，即係阿 Jennifer 同埋阿 Win 啊。其實咧我想問，今日咧就上咗呢套戲服啦。咁本身你哋自己
嘅阿 Win 同埋 Jennifer， 同埋上咗變咗身之後嘅 Jennifer 同阿 Win， 係咪兩個人嚟咧？不如就 Jennifer 講先。其實我平時比較粗魯，但係著一套衫嘅時候咧，好斯文咯。嗱，證明真係有分別咯。原本粗魯嘅，我想見下粗魯嗰邊，今日就見唔到啦。就變咗咧，著咗咧就係羅賓女斯文嗰邊。點解會有呢個 difference 啫？著一套衫會象徵住。我是羅賓女，係象徵住唔可以失禮佢，失禮佢啊！即係換言之，著咗呢個戲服就要投入啦，就要入戲啦。我今日羅賓女，我今日羅賓女，我以前唔係 Jennifer， 我唔係 Jennifer， 我唔係 Jennifer 咁啊！係㗎，我要貫穿呢個意識㗎。咁我想問一下，點解當初會中意上玩 cosplay？ 覺得係型啊，覺得佢型。現實上冇可能發生嘅嘢，我哋想嘗試一下做到。就上呢套衫啦，即係平時阿 Win 都係唔多出聲嘅，一著完超女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好英雄咁樣啦。型女啲啊！喺電影裏邊見到呢一樣嘢，但係我哋唔可以現實上裏邊做到嘛。即係細個嗰陣時，留嗰粒籃球場打籃球啦，跟住咧有好多惡霸咧就嚟咧，即係咧就搞搞震啊，就喺翻屋企唔好打唔好打，跟住咧成日翻屋企咧，即係幾次啦咁。我成日翻屋企諗，如果我有種能力咧，一拳打爆地下，跟住嚇走佢哋嘅話，幾好。我想問呢個 concept 係咪就係 cosplay 啲人想著嘅原因？因為我想實現一啲我現實裏邊做唔到嘅嘢，但係我幻想中我能夠變到出嚟嘅嘢咧。阿樂哥哥，你講得好啱嘅。咁更加多一個感覺咧，就係話，因為好多時你喺小説或者漫畫英雄裏邊咧，你見到個感覺係好正義嘅。如果能夠將嗰個感覺由真人現身同埋將佢帶到，譬如俾觀眾睇啦，其實我自己會好希望將呢個感覺帶俾所有觀眾。舉個例，佢個朋友中意咗美國隊長，或者中意咗鐵甲奇俠，咁你知裏邊一定個角色係含含仗義嘅。第一，一定唔會蝦人，一定係坐強扶弱維持和平。咁如果多啲細路仔、多啲好朋友中意咗呢類咁樣嘅漫畫人物咧，佢潛意識自自然就會睇嗰類嘅漫畫，同埋佢覺得我要做好人。好啦，今日再次咧就多謝咧就四位嘅角色先，包括有美國隊長嘅 Kevin 哥，飾演 Iron Man 嘅 Paul 哥，仲有咧兩位女俠啊，就包括有超女啦，同埋咧就係羅賓女嘅，歡迎曬，多謝曬。大家咧見到佢哋咧扮演角色咧非常之道家，同埋非常之耍家。佢哋認第一咧，相信冇乜邊個咧敢認第二嘅。不過講開玩 game 呢樣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鐵甲奇俠玩遊戲啦，同埋見過咧就係美國隊長玩遊戲咧。而家咪見下咯。不如咁啦，同大家一齊玩一下呢個通識遊戲王先咧。大人細路都可能接觸過漫畫噶啦，不過漫畫只係個統稱嚟嘅啫。你哋睇開嘅漫畫可能完全唔同噶。其實漫畫喺中文入邊咧有兩種意思嘅，一種係指不足簡練、篇幅短小、風格具有諷刺味道嘅，而內裏通常蕴含深刻寓意嘅單幅繪畫作品；另一種係指畫風精緻寫實，以黑白或者彩色嘅筆觸、線條、圖面、文字所集合繪製嘅。內容廣泛，通常運用電影分鏡手法嚟表達一個完整故事嘅多幅繪畫作品嘅。而家市面上面流行嘅訂裝漫畫就係後者嘅一類啦。雖然漫畫係以圖像表達為主，但係正如電影、電視節目一樣，內容都有唔同嘅。小朋友睇嗰陣時候都要揀適合自己嘅漫畫嚟睇㗎。好嘢！答啱問題啦！今日咧多謝咧各位嘅美國英雄咧就成樣。嗱今日咧我有份神秘禮品嘅，我覺得咧平時咧講呢個魔法就要噔噔噔噔咁開咧，開始單調同埋開始乏味啦。咁我想今日咧就揾神呢個咧 Iron Man 啦，可唔可以幫我電開佢得唔得咧？唔開嘅，真係真係神秘。好睇下咩神秘禮品先？哇！好豐富嘅火龍果啦！嗱，今日咧其實咧，雖然我贏咗啦，咁啊今日咧好難得咧請到 Paul 哥哥上嚟啦，請到咧就係三位嘅啊美國英雄人物上嚟啦。其實我好想咧將呢一份嘅心意同埋將呢份禮物咧就送俾大家食，因為點解咧？我知道嚟緊五月啦，首先美國隊長咧要不斷咧要為呢套電影嘅宣傳啦，咁嚟緊動漫節咧又開始啦。你知喺三十幾度咧，即係好熱噶嘛，即係火龍果咧最能夠消暑同埋即係健康啲。係咩？西瓜咩？火龍果都可以消暑嘅。唔係呢個係幫助消化啫嘛，同埋好豐富維他命 C。咁呢個咧我首先咧。我請美國隊長食先啊，因為嚟緊咧係就要辛苦啲啦。咁啊，呢啲我唔客氣啦，因為今日贏咗啊。咁啊，多謝你哋先。嗱，你想食就攞翻屋企慢慢食啦。今日再一次咧，多謝四位嘅美國英雄人物，包括有飾演 Iron Man 嘅 Paul 哥哥、Jennifer 嘅羅賓女同埋阿 Win 嘅超女，仲有咧五月咧大行其道嘅美國奇俠，多謝大家。嗱，如果你哋咧都有興趣玩呢個通識遊戲王嘅話咧，就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啦。我哋嘅電話就係2992-9497，有或者 email 都 OK 嘅。Email address 就係 kids@atv.com.hk。好啦，各位小朋友，希望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或者喺地鐵上面咧見到我扮演一個電合衣咧，你唔好驚啊！我掹開面就係我係 Lock 哥哥。好啦，各位小朋友，今日節目時間咧差唔多啦，下次見。拜拜。拜拜。